刘飞啊！罐的高粱，你喝喝看，你喝喝看。不要，现在不行啊！这个红红荒唐哎！整桶，整桶，我觉得造型很酷，我就买给你，上班可以喝、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等一下，不是，我觉得那听起来不吉利。对啊，是吧？好的，尝一起尝了，生日快乐啊！是不是已经过了？这什么？对啊，就是过了才送。Why 哦 ？Why 哦？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哦，谢谢哦，赞哦！为什么是金门高粱？整桶，整桶哦！因为造型很酷，我就买给你，上班可以喝、啊。哦，谢谢老板哦。对啊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，喜欢！为什么是金门高粱、啊？你把它打开看。对啊。喂。有吗？不中代志吧？等一下，不是，我觉得那听起来不吉利。对啊，是吧？哎呀，是大罐的高粱、欸。你喝喝看，你喝喝看。不咬这个不行啊！快了，不咬了。这整坛、欸，这整坛的呢。这个红红荒唐哎、欸！干嘛？会啊，这很荒唐哎、欸！哇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？穿这样很女生，就诡异啊！哪里有诡异？它这种高粱是用味道跟那个玻璃瓶装的有什么不一样？不知道哎，我对高粱没有研究，我觉得内容物应该是一样。他说用瓷坛装的会比较好喝哦。有差吗？我不知道呗。你喝喝看啊。不要，你不要现在一直叫我喝。快点啦。好，谢谢老板，收起来。生日快乐。等一下，不是，我觉得那听起来不吉利。对啊。是吧？哇，今天是发薪水的日子，你领到了吗？没货。你领多少？2万8。屁嘞，总不能说10万，说实话吧。你知道今天几号吗？几号？15。然后嘞？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你猜啊。不知道啊。发薪水的日子。哇，今天是发薪水的日子，你领到了吗？没货。你领多少？2万8。发薪水要彩排啊？不用。领两次哦。可以啊，要吗？当然不要啊。那样彩我可以。你今天领多少？我不跟你讲。跟我讲一下，我还不知道你薪水领多少。2万8呗。2万8，屁嘞！扣劳健保2万8。真假啦、啊？有这么低薪？在台中都快活不下去。哇，你讲这种话，不可能啦、啊！他才不是我助理嘞。对呀、啊，真的是不要每次都乱讲好不好？助理就不是我的工作，然后一直抢师傅的工作，那师傅要做什么？他、啊、不可能领2万8啦。啊，怎么可能？对呀、啊，我总不能说10万，说实话吧？这没有了，我你们。2万8超少，真假是真的。你能问什么他的薪水？哎呀，薪水怎么可以跟人家？哎，我真的。